前嘅读者，大家好，我系 Colin 嘅 Abby， 我系 Colin 嘅 Candy。其实我反而觉得好后期嘅时候，无端端啲人将我哋做成一个 CP 咁样，之后我哋因为咁样先开始熟嘅。咁觉得呢样嘢反而系令我更加开心嘅。前排反而如果对手嘅时候，反而会有啲尴尬咯。你觉得会唔会尴尬？即系比较咁样。我冇放喺心，系一个缘分咯。即系由第一集，唔系第一集，先界大字，即系由第一次去到而家咁样，我觉得系一个。缘分咯，缘分咯。我觉得系骨气，唔甘心。我又唔系喎，但系我又，我觉得家庭呢个 title 咧系有一个好坏，即系家庭系即系得个样啊。咁你即人哋起碼都認證緊你有個樣，咁但係咧有時候又會覺得啊，其實我自己都唔係，好靚，係啊，所以就話啊，其實家庭呢個稱號我擔唔擔當得起咧，都有時會咁樣諗，即係連個家庭都擔當唔起。點講咧，都係有認證個樣啦，即係就自己唔係覺得自己特別靚啦，但係都係一個推動力，就令到你要繼續進步，要脱離呢個位。分隊唱兒歌，我冇特別諗喎。我不如想同佢一齊拍劇，係咪誒啲人話大叔的愛嘅大嬸的愛，女版大叔的愛。我覺得你係甜甜咯，因為甜甜唔係喎，因為甜甜係好麻甩嘅，係啊麻甩，因為係啲神經質嘅。係啊，我覺得你有啲似，咁但係咧。阿木咧好照顧人咧，又係識煮嘢食，即係甜甜係唔識煮嘢食，阿木係好叻煮嘢食，即係可以自編自導自演曬，可以做曬啦。你可以做咩啊？導演，我係咪就係個大叔啦？OK OK。喺隊入邊揀，要揀邊個？照顧人心係嗰個，我會揀阿 Day。點解嘅？因為阿 Day 佢嘅。我覺得其實有時大叔的愛係有啲喜劇 feel 咯，咁我覺得咧，阿 Day 咧演一個暗戀啊，或者嗰種追人追求咧，佢係有一種喜感喺度，所以我覺得阿 Day 做呢個角色應該會幾好笑。我覺得心情似 K K 多啲，即係佢係嗰種點講咧，佢覺得一樣嘢好食嘅話，佢會係咁。執你食推薦，你食到你試下呢個唔肥嘅，呢個好好食嘅。我覺得有啲似嗰個無盡嘅愛，去令到你有壓力嗰種愛。我欣賞佢嘅毅力啊，即係佢減肥嗰、那個節食嗰個自律性係真係，我覺得係有啲難做到，即係可能一日淨係食沙律啊，然後會自己大整定，即係我記得啦，即係有時候做嘢明明好早起身啦，但係佢都會早啲起身去自己整一個 yogurt 啊，或者整一兜沙律。但係其實已經好早起身，即係佢仲要再早啲起身咧，我就覺得好眼瞓咯。即係佢呢個為咗可以唔使食咁多肥膩嘢，可以自己準備食物健康啲，佢就寧願早啲起身自己整。咁我就會覺得 Candy 係一個率直同埋毅力咯，我覺得佢係熟咗之後咧，佢份人好直啦，而且都係一個有義氣嘅人，即係佢會幫我哋好直出點講咧，喺有不滿嘅時候幫我哋出風頭，佢就會替我哋不滿咯。我覺得佢呢個有義氣嘅朋友好正。啊，呢樣嘢咧就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啦，因為我哋呢個禮拜咧啱啱就拍完 MV， 所以我諗都快嘅。今次會是好型、好型嘅快歌嚟嘅，我哋 MV 係兼多人拍嘅，咁我覺得大家期待咧 MV 出現啲乜嘢啦。係。我叫 Winka， 你叫咩先 ？OK。Winka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 Colin 嘅 Winka。今日我哋淡仔去食呢個濃汁。豬軟骨風麵啊，威強啲，真係好好食噶！大
大家系咪好想食咧？快啲嚟食啦！师傅嗌你，零分，零分。好嘅，到你。但心灵，嗯，后半首先唔讲嘢啦，之后就。佢唔系去低诶，我沉淀。系呢个唔肥，呢、這个好健康，好多蛋白质，呢、這个唔肥啊，睇算啦，你试下啦。好啦，大家马骝系女生仔呢啲。首先第一条，猫定狗？三二一，猫。第二条 ，kiss 定拥抱？三二一，拥抱。第三题，黑定白？三二一，白。如果第四题，甜定辣？三二一，辣。人缘最好的是哪一个？三二一，搞。我唔到。搞。最靓女的成员是哪一个？三二一 ，Candy。你哋会拣 Candy Wong 定系 IP Show 咧？三二一 ，IP Show。你應該嚟個版主去揀翻自己，點解係 IP Show 咁樣？麻辣湯底定係重慶酸辣湯底咧？一、二、一，重慶酸辣湯底。你哋會揀呢個青檸薏米合飲定係菠蘿野菜汁合飲咧？三、二、一，菠蘿野菜汁特飲，特飲。咁你哋揀一個淡仔米線入邊最中意嘅配料。是哪一个？三二一，竹荪鸡肉，因为竹荪好索汤咯，佢好爽口，我中意啲爽口嘅食物，同埋竹荪系好低卡，虽然索咗汤之后就，即系都高卡，但系竹荪本身呢个食材都系比较健康，所以食咗就会觉得冇咁罪恶感。其实我最中意嘅可唔可以转嘅？我中意食固皮。即係平時家屬唔會嗌佢，但係其實我個成個嘢，我第一樣食嘅就係佢，因為都係好爽質，正。